此次公差两个多月，武都头快回家看看去吧。嗯，二位一路辛苦，回去好好歇息几天吧。好，是，好。是啊，二位进来可好啊？哎胡老伯，您老可好啊？哦，你，嫂嫂在家吗？嫂先别哭，我哥哥何时亡故，得的是什么症候啊？自你走后不到一个月，你哥哥便犯了心疼病，一连八九天求神问卜，什么药都吃了全然无效，终于还是别那么好苦啊。我哥哥可从来没害过这种病。吃过什么药？何人开的药方？药，武都头何时到家的呀？哎，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！你看看，他武大哥就这么着撇下你们走了。是买谁家的药？药方是谁人所开？是王干娘请的太医。是啊，那天武大说他心口疼得厉害，我去请人，正好刚出了子时街，就遇到了一位江湖太医，他看了病开了药方就走了。啊，那几日多亏了干娘里外张罗，不是王干娘，林少家谁肯帮我。哥哥的棺木如今埋在什么地方？
家在阳谷县无亲无故，哪里去找坟地？莫奈何在家留了三天，送出去烧化了。啊！有何人炼尸？棺木是谁抬出去的？是本处团头何九叔。你若敢走漏半点风声，定让你全家性命难保。来了来了，快快送我从后门出去。哎呀，我家就这几间草房，哪有什么后门呢？开门去。五都头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哦，九叔有客，小侄改日再来问安，告辞，告辞了，告辞。恕不远送了。啊，五都头，请。这是何人？这是小人的内侄，常来家中看望。五都头，请。请。方才究竟是什么人？是西门庆家的门客，俱是些鸡鸣狗盗、亡命之徒啊。又是这西门庆。五都头，请。请问何九叔，可知道我哥哥的死因？请五都头稍后。这就是证件。什么证件？小人全然不知此事的起因，只因正月二十二日那天，王婆来唤小人去练令兄的尸首，行至子时街，却被那西门庆拉住，硬邀小人去吃酒。酒后，西门庆取出这十两银子，并吩咐凡百事要遮盖，小人不解，又不敢不收。待到炼尸时，方才明白，原来七窍内有淤血，唇口上有齿痕，显然是中毒身亡。唉，那时五都头不在，小人又不敢声张，只好装作中了恶，称病回家。不料三日后，
听说要抬出去烧画，小人便赶到画人场，盗取了这几根骨头，以备来日向五都头交代。你看，这骨质酥黑，正是毒药身死的证件啊！多谢何九叔取骨留证，不然冤沉海底，也无法申诉啊！哎，五都头，快快请起。这上面写着年月日时及送丧人姓名，这便是小人的口词了，请都头详查。啊，只是此事的内情小人都不知晓，听说那卖鲜果的运哥倒知道些底细。哦，五都头可再去查问。啊，可否方老何九叔一同前往？好。运哥在家吗？请进吧。哎，乔老爹，乔老爹，好，乔老爹，我是何九啊。哦，是何九来了。哎，与你同来的还有一个吧？是啊，乔老爹，是打虎英雄五都头来找运哥的。哦，当真是五都头来了？啊，是俺，老爹，我武松前来拜见乔老爹。可把你给盼来了。哦，五都头，快救救我们父子的性命吧。啊，乔老爹，你有话尽管向五都头述说吧。老爹，老爹，运哥现在何处啊？哎，连日来西门庆常到我家来搜寻运哥的下落。哦，吓得他是到处躲藏，从不敢归家呀。有时深更半夜偷偷给我送点吃的，就匆匆走了。这五都头，请稍后几日，等运哥回来，我让他去找你。不，老爹，运哥找我多有不便呐。哦，不如叫他说个地方。哦，我去找他。好，好。这点银子请老爹收下，也好度日充饥。我武松改日再来看望您老人家。我老汉苟延残喘，为此残生，就盼着五都头回来替兄报仇，将西门庆问罪，我们父子二人也才能重见天日啊。哦，
证物何在啊？这里有家兄的遗骨和文银一锭，呈上来。啊，见证乔运在。多大年纪了？15岁。武松在。你身为本县都头，怎不晓得法度啊？自古道杀人见伤，捉奸见双，你一不曾捉到奸情，二不知何人下的毒药，仅凭这两个人的几句空话，便要问这杀人的大事，岂不是荒唐啊？嗯，这况且见证乔运年仅15，乃未官之年的顽童，这人命大案怎可上堂作证啊？嗯，待到下一告期，将见证补足，本县再替你伸冤做主吧。啊，这退堂。退堂。这武都涛，是大人如此安排，却也用心良苦啊。小侄实在不懂，其用心何在？你可知晓，那西门庆得知你来告状，立即送来1000两银子。哦，他要史大人为调解此案，来一个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啊。哦。对这种通奸杀人、焚尸灭迹的滔天之罪，大人岂能贪赃受贿、伤天害理？
五都头，众家兄弟，今日是王兄断妻，请诸位务必到家中坐坐。多谢。宝宝，有，请代我买些香烛供果送到家中。是。天啊，愿苍天助我。进去。都头，还谢什么？老身生受不起。好，今日家中有事，改日再来讨扰。今请你来，自有道理。坐下。走。喂。来了。左邻右舍均已请到，把门关了。是。把大门插上。是。这，王兄生前承蒙众位高邻多方照料，今日特来作谢。来呀。有。倒酒。是。你看这，小人不曾为都头接风洗尘，是啊是啊，反而讨扰都头，这是说的哪是过意不去，这是叫人过意不去啊，这是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请，哦，请。多谢。啊，多谢。二来。王兄死得蹊跷，今日也想问个明白。来，请饮此杯。喝呀，请喝。多谢五都头盛情，小老儿殿中很忙，告辞了。慢。嗯，既来到此，再忙也请坐坐。是。弄清情由再走。是。众位高邻，虽说武松是个粗鲁汉子，但还懂得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。只烦众位高邻做个证件，如有哪位定要先走，休怪我武松翻脸。不走了。哪位会写字？你不是会写吗？嗯，这位胡正清胡父子写的极好。好，就请胡老伯代劳了。来呀。哟，把酒宴撤掉。是。诸位，
安武松去岁进京出差，不料家门不幸，嫂子不贤，与那恶棍西门庆通奸，害死俺胞兄不算，还要焚尸灭迹。这些两众位高林都清楚，今日要他们当众招供，请众位判明虚实，日后也好作证。你们从实招来。众位高林，有谁不知啊？你家嫂嫂那可是清清白白的，哪与什么人通奸？诬陷西门大官人，日后可吃罪不起呀！呸！你这老猪狗，当初与那西门庆狼狈为奸，如今死到临头还要为虎作伥。来呀，先给我拖下去！哎，与我何干呢？我在你家百般照应，倒落了一身不是。去你！哎呦！哦。难道你也想抵赖吗？嗯，不，我招，我愿招。谁让你讲这些无耻的丑事？快讲，你把我哥哥的性命是怎样谋害的？说。这要问他。啊？问我？哦，当初你在西门大官人面前卖弄风情，干出了风流事来，如今倒一盆脏水都泼到我身上来。我问你，武大在家养伤时，我劝你说做个露水夫妻也就罢了，不是你说的非要做个长久夫妻。哼，嗯，武大死后不也是你说的，他二叔回来查出了破绽，到县衙门去告状，你才想出来烧了尸体毁灭了罪证的，啊，是不是你说的？是我鬼迷了心窍啊！
冤屈，如今兄弟要为你报仇雪恨。你这奸人，败坏门风，助纣为虐，害死俺胞兄，你！你死有余辜！我罪有应得。有劳众位高林。哪里哪里。淫妇之罪，上负于天，死有余辜。请诸位楼上稍坐，武松去去就来。是是是，请便。先留着这个活先生。是。
个不？二茶了，喝茶喝茶喝茶。哎，唐苏仪来喽！大官人，咱们这唐苏仪南北驰名啊！去去去！来喽！啊，客官，哎，里边请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啊，楼上来一位。这可是西门庆，那正是西门大官人。好，
王婆武松给我拿下。是。兄之仇，斗杀西门庆，奸夫人命，虽则自首，难以赦免。击杖四十，赐配2000里外孟州牢城，服刑3年。据王婆贪财受贿，哄诱通奸，唆使淫妇毒死亲夫，丧尽人伦天理，你何凌迟处死？施公子的右背莫非有什么伤残？欺人太甚！哎呀，